我是钢管列车的那109呢。哎呦，不用买西洋镜。109年10月23号，那个什么站，我看一下。路，他要走快一点路。109年10月23号，花莲站，花莲站3点46分出发，这是55。哇塞，6659 H 的 CT273 以及 R175 单台电脑 ，CT273 蒸汽火车机关女王。再换一站，但真的要堵。109年10月23号，花莲站，花莲站，3点46分，出发的是 CT273蒸汽火车机关女王，以及 I95单台电脑两个车头。再换一站要堵，6659H。罗小面跟爸他们都丢我们垃圾罐面，就这样，刚刚就是超帅的6659。我这边有一只战狗，等一下，不逗你了啦，不逗你了。啊，不然会不会在场站内掉赌啊？应该是会吧，那就直接走。然后就这样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